这样的一个高低啊，因为它有是可以调整的，那你觉得说跟以前比起来，是不是做起来比较舒服？啊，对啊。怎么说？它可以调整自己身高需要的高度，来配合自己的高度来去做，所以就比较舒服。之前那个对你来讲太矮了。但是因为它不能调，所以就只能按照之前的人的身高去做，就很没办法符合自己。就是之前的那个木头桌椅会有那个木屑，然后趴下来睡午觉的时候会刺刺的，很不舒服。那现在的不会，就现在也平平的。那它现在这个高度是不是都可以做调整？跟之前是又不一样？对。之前是怎么样？之前就是没办法调整，那太高就只能太高，太低就只能太低，就坐起来就是有桌子太高，然后没办法写东西。现在的可以自由调整，所以要的高度都可以去做调整，所以比较好。